学生穿着原住民族十六族群服饰，像是阿美族，还有展现巴斯达埃祭典中传统乐器屯铃的塞夏族。学生们从演出展现原住民族群的歌舞文化特色，各个族群的文化啊，还是什么祭典那些的，可能是以这次这个活动来，去呈现，让大家都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阿美族是这样，还是排湾族是这样，还是什么族群是这样？对对对，啊，就利用可能歌舞啊，还是一些祭典上会出现的东西来这边呈现给大家。文藻外语大学首度举办原型共聚跨校乐舞交流，并邀请高雄科大、高雄大学还有高雄师范大学，学生透过交流相互认识，凝聚情感。我觉得是交流比较重要，因为高雄这间大学，然后只是原住民蛮多的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交流，一起在一个活动里面一起有一个目标，我觉得那个让我们凝聚力会更有，所以我很开心。高师大、高科大、高雄大学啊，还有文藻共同一起啊，我们希望可以让青年团各部落来自各部落的青年团一起啊，在都市里凝聚在一起，共同分享，共同鼓励。学生们以歌舞会友展现热情，也从中找到自信，更要在都会地区推广传承原住民族文化。原新闻的盖子们，高雄左营采访报道。